就是有问候一下，没有回应、他可能最近比较忙，就没有看到。我对那个亚伦哥的印象是，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，然后他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是他就很有礼貌跟我点头，然后打招呼，让我就是也养成一个就是目前还是幕后都要有打招呼的一个习惯。感觉一直打开脸书啊，然后都是各式各样的新闻，然后不管是这一次的 Me Too 的事件，或是这一次潜艇，就觉得这阵子好像都很负能量，就觉得好像需要多一些正能量的事情，就是有问候一下，对，就是大家在群组，没有回应，他可能最近比较忙，就没有看到，没有，到目前为止，对，因为他平常工作很忙，对吧、啊，就比较难有机会可以真的约到。其实我对那个亚伦哥的印象是，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，然后因为我早期在我之前有在那个IG 分享过，我觉得 Instagram 分享过，就是我最早刚还没有入行的时候，然后有一次在公共的场合遇到亚伦哥，然后他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是他就很有礼貌跟我点头，然后打招呼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哇，好有礼貌，那我以后就是如果我有机会进圈子，我也要这样，所以他也让我就是也养成一个，就是只要遇到所有人，在就是不管认识还不认识，目前还是幕后都要有打招呼的一个习惯。